朋友们，你知道中国最有钱的人是谁吗？2021年中国富豪排行榜新鲜出炉，第7名呢就是黄峥，拼多多的创始人，中国互联网巨头，身价2040亿。第6名呢就是王卫，顺丰快递的创始人，中国最好的快递，身价呢2148亿。第5名呢就是何祥建，美的的创始人，一晚只用1度电的空调，身价2149亿。第4名呢，就是孙飘扬，恒瑞医药的创办人，当下最火的药品厂商，身价是2335亿。第3名呢，就是钟闪闪，农夫山泉的创始人，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身价3583亿。第2名呢，就是马化腾，腾讯的创始人，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，只能微信。身价呢3596亿，最后呢就是第1名，各位您知道第1名是谁吗？猜对有奖，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